方一辩进行立论。大家好，我方的观点是数字货币是货币。数字货币是指以密码学区块链上世纪较为特点的去中心化和转移的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形式的替代货币。数字货币和密码货币都属于数字货币。我方认为数字货币是货币的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从货币的本质来看，货币本质是一种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根本上是所有者相互之间的约定。我以我之所有与市场换我之所需，货币就是这一过程的约定。由此可见，货币产生的本质原因之一就是帮助双方完成交易，也就是说，只要交易双方认可货币的价值，交易就可以进行。货币的契约本质决定货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货币是货币。第二，数字货币很少用来交易，但并非不能。目前数字货币的交易已经在数字货币定义之下的游戏当中，从德国汉堡的烤肉串到委内瑞拉的甜品店，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到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城市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接受数字货币进行交易。数字货币在许多应用场景中都可以弥补现有货币的不足，这是数字货币的一小步，却是数货币发展史的一大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货币未来有可能代替货币行使职能。第三，数字货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虚拟资产，具有方便存储携带的特性，具有较强的可增值性，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新形态的储藏资产。数字货币可以实现与实体货币之间进行双向兑换，且是较大范围的双向兑换，这已远远超越了之前的虚拟货币。第四，数字货币是金融创新的一大成果，更适合于目前金融创新的环境，更能很好地应对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新问题。我们认可数字货币存在价值相对于硬通货不够稳定的问题，也认可数字货币尚且不能全面取代现有货币模式，但正是因为有了数字货币，我们才开启了对现有货币体系以及未来货币形态的新的思考。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货币。好，接下来进行这个反方二辩对正方一辩的质询。您好，不方便哟，请问你刚是不是提到货币的本质是交换契约？是。好，那么请问，如果今天我用一个比特币就能买一个苹果，明天我用100个比特币才能买一个苹果，那这样人们还会遵守这种契约吗？这种契约还具有可持续性吗？这种契约还有公信力吗？首先，我们希望对方没有看到的是，你们所说的这样大度比率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1923年的德国，它作为一个战败国需要赔款，它政府就大幅的印钞。比如说当时早上一栋房屋的价格，晚上只能买一个面包。也就是说，这样的大幅度比率波动的货币，难道就不是货币了吗？这样的契约难道就没有可持续性了吗？第二点就是虽然现在的数字货币的价格不方便发出来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契约是有国家信用为背书的，跟我们现在说的非官方的数字货币完全不是一码事，可以吗？好，那我们刚刚对方没有讲到第二点是，数字货币是可以用于交易的，并非不能。那么购物券也可以在你们刚刚所说到的商场、各小摊品里面都可以使用。那么请问，购物券是货币吗？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购物券是具有商业信用背书的，所以可以进行交易。但是购物券这样的商业信用就一定是稳定的吗？商场还有倒闭的可能性了。数字货币没有商业信用和国家信用的背书，但却有信心的支撑。这样去中心化的特点恰恰是数字货币的一个很大的优势。信心的存在，数字货币今天可以在小摊和甜品店使用，明天就可以推向一个区域，后天就可以推向一个国家。而且这样一个的信心也能够让数字货币更好的推向于这个世界。好，时间到。然后我们反方一辩进行立论。我方认为数字货币并不是货币，货币是固定充当一方有价物的商品，而数字货币是虚拟货币中的一种，是以单一数字串作为表现形式的货币，比如说比特币。我方认为数字货币并不是货币的原因如下：首先，货币最重要的本质是有价值和价值支撑，贵金属作为货币是因为金银本身有价值，现货币则是有国家信用作为支持。但是数字货币呢？那
币成为了货币，那么其通货的压力将会抑制经济的发展。第三，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的特点与货币中心化的特点存在本质性的分歧。比特币虽然称为货币，但是由于其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其具有法偿性的强制性的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这个组织上存在矛盾。数字货币的发行很加以跨越国家，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就可以进行使用，有超主权化的特点。但是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国家主权独立和自治为基本框架的世界，货币的发行和监管是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历史上达到超主权货币的探索一直存在，但是一个新型的货币体系的设计和实施是非常复杂，加尔大国的存在并不可能落地。因此数字货币的超主权化特性与当今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综上所述，数字货币并不是货币。好，接下来由正方质询采访开始。好，那刚刚对方辩友相当于是蔑视了私人信用，我想请问一下，国家信用根本上也是由于人们的信用而存在，为什么同样被人们认可的数字货币就不是货币呢？委内瑞拉的国家信用和数字货币，您更愿意相信哪个呢？首先，人们并没有认可数字货币作为货币，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投资的工具。那么多人和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吗？答案是没有的。而且国家信用的表现是法偿性跟强制性，法律可以保障人们使用货币的权利，但是数字货币并没有任何的保障。那法偿性和强制性不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才存在的吗？一个四分五裂的政权，你还会相信它所谓的法偿性和强制性吗？我更愿意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而不是私人发行机构的。好，那我再问对方面有第二个问题：中心化是您强加给货币的特征。早期的黄金挖到了就算金子，难道不也是去中心化吗？为什么去中心化的黄金可以是货币，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就不能？首先，中心化并不是我们强加给货币的一个特征，现在的货币都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人监管的，央行的中心化和最后杠杆的地位是不可以被替代的。那我觉得对方面有，您现在是用当前的货币逻辑来约束数字货币。第三个，我们探讨的数字货币是不是货币，而您最后一点是在说超主权货币落地的可行性。数字货币的特性注定是领先时代的，难道因为它跟现在的货币长得不像，你就可以否认它是货币了？首先，我们讨论的是现在数字货币并是不是货币，而不是讨论100年后的事情。而且货币的发行，我们刚刚也提到货币的发行是国家主权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说超主权化的主张已经由来已久，但是现在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只要美国人没有消亡，国际社会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仍然是难以回避的客观选择。那这方面有觉得我将好，时间到，接下来我们进行非常激烈的一个环节，叫三辩对辩。那么双方坐下。二辩。哦，对不起。二辩陈词。从反方先开始。刚刚我们讨论了这么久，其实我们主要辩论的是不是就是数字货币到底能不能发挥它的交易货币的交易职能嘛？好，我们现在就从货币的交易职能来看看数字货币到底适不适合作为货币。好，首先从交换手段方面，区块链带给数字货币最大的利便在于拥堵、耗电和高额的手续费。无论是比特币和还是以太坊，又或是其他的数字货币，在使用规模达到一定规模以后，拥堵问题永远是在所难免的。仅在6月23日一天，数据显示，比特币全网未确认的交易数量为11168笔。倘若要需要得到尽快确认，那么需要支付高额的手续费用。也就是说，如果我需要买一个面包，我要发挥数字货币的交换手段职能，所需要支付的手续费可能远超于一个面包。因此，我们认为数字货币并不适合作为日常生活的交换手段。其次，在计价单位方面，数字货币的投机性已经远远的大于其职能。对数字货币的投机性助推了它极不稳定的价格波动，反过来也阻碍了人们使用数字货币来计价。就像我刚刚和黄金店所说的，在过去的一周里，比特币从6381美元上升在6532美元。如果计价单位的价格都不稳定，那么用其标价的商品价格如何稳定呢？物价如何稳定呢？交易秩序和安全又如何稳定呢？而且不幸的是，这种频繁的价格波动是注定的。因为比特币它是有数量上限的，当比特币的规模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必然会出现通货紧缩过程。此时，比特币的价值持续上涨是成为必然的。也就是说，比特币它的性质天生不适合作为计价单位。最后，在支付手段方面，让我们首先先回顾一下支付手段的定义。支付手段呢，它是指货币用于清偿债务的职能，也就是说，行使支付手段的前提是存在债务债权关系。然而，在比特币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债务债权关系。相反，它最大的特点是非负债性。首先，从比特币的资产负债关系来说，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它是持有人的资产，不是任何人的负债。
其次，比特币的交易系统根本就不存在借贷关系。时间到。正方二辩陈词两分钟开始。好，刚刚对方辩友提到数字货币的手续费过于高昂，而导致其无法行使交易媒介的职能。那么我想请问，纸质货币的成本就更低吗？我国每年流通的纸币大约为60,000亿元，但印刷、发行、更换、销毁、银行 ATM 机和柜台现金业务这一系列的环节消耗的费用就有近1000亿元。更何况，随着数字货币相关技术的发展，对方辩友提到的拥堵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方一辩刚刚也提到了，货币流通手段是否实现，在于商品交换中卖方是否认可买方提供的货币，仅仅与货币的接受程度和范围有关。即使国家不承认数字货币的合法性，只要社会某个群体接受它，它就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作为货币。截止到2018年11月13日，全球共有13,579个商家已经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这足以说明比特币具有流通手段这个职能。其次，数字货币完全可以通过与各国法定货币进行比价，从而将计价功能传导到自身，实现价值尺度的职能。数据表明，日本有14%的上班族持有数字货币，美国有超过2000万人参与数字货币相关业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具有一定信用基础的数字货币，来对所有非国家化数字货币进行计价。如果中国率先迈出这一步呢，我国数字货币将会迅速成为全球性的计价货币，获得更大的金融制空权。此外，数字货币具有成为世界货币的天然优势，它恰好是一种无国别特征、不受政府控制的货币形式，可以更好地避免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问题。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也可以节约国际贸易结算成本，提高效率，满足人们对于世界货币的需求。我们看到，在货币的发展史上，从早期的贝壳，到后来的金银货币，到目前的电子货币，其实都是为了便利人们的生活而存在的。它们都不是完美的货币，但是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充当了货币。从这个角度看，我方认为数字货币的确可以成为货币。嗯，请二辩请坐。接下来我们进行三辩对辩环节，双方各有一分钟。数字货币的设计原理加入了密码学习，匿名性导致监管机构根本无从监管，洗黑钱问题频发。这样的数字货币若是成为货币，国家经济还如何健康运行呢？也就是说，您方觉得需要政府介入监管，对吗？您方如何监管吧？没问题，数字货币需要监管，比特币可以有一定的匿名性，但是需要官方监管机构对其进行介入，这样官方就可以对交易过程有一定有效监管了吗？区块链它是可以追溯的，我承认，但是您要考虑到它的不可撤销性，会导致钱是根本无法追回的，监管成本依然很高嘛。也就是说，现在像比特币这样的官方非官方数字货币需要逐渐官方化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如果由官方发起数字货币来承担法币的功能，是不是您之前提到的包括去中心化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呢？您就想嘛，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数字货币确实有数量上限的，根本就无法匹配经济中个体所需要的货币量，而且货币依然会存在滥发问题，您方怎么就说解决了呢？官方数字货币可以根据 GDP 这样的客观指标来科学预设每年的发行总量，总量有限，但滥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以中国为例，现在 M1 跟 M2 都已经实现了数字货币数字化或者信息化了，那么 M0 是不是也要数字化一下呢？对呀，您方本来那个您方本来区块链技术就会导致数字货币没有负债功能，我方二辩已经解释了这个问题，您本身也就只能替代 M0 了。哎，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官方数字货币只需要解决 M0 的问题，就实现货币化的目标了吗？您方好，您方刚刚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是说央行数字货币它可以与法币挂钩，如果是法币挂钩的情况下呢，那就说明了这个通货膨胀问题依然会存在，还是可能会出现滥发问题。第二个，如果说与 GDP 挂钩，也就是我们合理预测，好吧，如果货币政策都能够在今年预测出来明年，然后它这样出去，那怎么可能还会说我们还需要实时监控这个经济呢？我所说的数字货币本身就是法币货币，而不仅仅是支付工具那么简单。您说的微信、支付宝，它仅仅只是支付工具。那么电子货币原本就是法币信息化的过程。我现在好上加好，把整个过程提升到了一个新档次，我直接把它变成了法币。那您说的支付宝就直接就是相当于官方控制，那政府的机构控制力量不就更强？您所说的所有好处我都有，我还有您之前没有的好处，太完美了。正常。接下来三辩总结，正方开始。大家好，先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刚才我们场上讨论的内容。首先我们谈到了数字货币与货币的本质与特点，对方一辩说货币有无价值支撑是判断数字货币是不是货币的标准，
有点没说服力。又提到了数字货币与货币的三个重要矛盾，即数量级的矛盾、去中心化的矛盾与超主权的矛盾。紧接着层次加深，对方二辩又从职能与使用的角度上与我们进一步讨论数字货币能否像货币一样使用。对方提到了价值不稳定、费电等问题，看似有理，实则混乱。货币之所以是货币，不是因为从职能上它是货币，或者说它价值稳定，所以它是货币。我们必须剥去其表，探究其里。货币之所以是货币，是要放在历史进程与经济发展理念去判断。如果数字货币可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够发挥货币金融的功能，那么它就可以成为未来货币。我们必须承认，以比特币为代表的非官方数字货币的的确确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完全颠覆我们现有的货币体系。但是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新技术，让我们找到了货币形态又一次发展的方向。去中心化不是数字货币的本质，加密技术也不是数字货币的本质，数字货币的本质是数字化的货币。央行瑞典央行此前曾在报告中称，无现金社会即将来临。为了捍卫央行控制货币发行、调节货币周转，从而调控经济的能力，瑞典央行决定研制自己的数字货币。这种数字货币不仅利用了现在流行的区块链技术，使得结算与交易系统更加简便，还保证了货币的中心化。我国央行数字货币是由国家主导，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化法币，现有纸币印钞、发行、印制、回笼、贮藏等环节成本较高，流通体系层级多，且携带不便，易被伪造，目的不可控，存在于被用于洗钱、违法犯罪的风险，实现数字化的必要与日俱增。因此，用数字货币替代 M0 已经是可以看到的未来。同时，总量随需、现金需求保持固定增长速度，又使得数字货币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会轻易受央行所左右。我们的国家数字货币很有可能就完成了国际化的目标。总之，去现金化是历史必然，未来仍需要运用更多技术推动电子货币成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就是货币未来，但凡新生必遭质疑，未来货币势不可挡。谢谢大家。接下来由反方两分钟总结开始。大家好，首先让我们先梳理一下刚刚我们场上所讨论的内容。首先是一辩所探讨的数字货币符合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具有信心流通的契约形式，我方认同。但是数字货币完全不具有该其本质的特性。随后二辩中，双方就数字货币能否实现货币职能进行了争论。正方认为数字货币可以实现交换手段、计价标准、支付手段、货币职能。而在三辩中，就宏观角度探讨了数字货币能否适应经济健康运行。全场对方辩友均在美化数字货币的现状，而从其本质思考，数字货币均达不到货币的条件了。我方承认货币是契约，但是契约的可持续性和高效的必要条件是其稳定的存储价值和广泛的市场接受度。由于存在上限、投机性过强、价格波动剧烈，根本就不具有稳定的存储价值。而广泛的市场接受度至少也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有的国家例如中国，央行并不承认数字货币的价值，而仅有一小部分人持有数字货币，根本不具有广泛的市场接受度。而有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确实是已经认同了数字货币是合法的支付方式，但其实只是认同了它是可以双向兑换的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与货币是本质上是不同的，虚拟货币与货币的价值形成机制不同，交换机制也不同。也就是说，货币增发会导致通胀，虚拟货币增发由于虚拟货币取得还是由于货币兑换产生的，也就是说两个货币根本不会在同一个交易市场上进行穿插。所以说货币市场中的货币不会因虚拟货币的增多而增多。正因为数字货币的本质如方上面所说并不符合货币，即交易职能受限于对其有信心的人群，而且技术有限，数字货币的交易职能也受限于交易成本过高。而计价标准若是同二辩所说与法币进行价实现的话，那么滥发货币导致的通胀也会传导至数字货币。若是像智利的发展单位一样基于法币的兑换比率并非固定，而是由每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决定，本质上确实可以解决货币滥发的问题。但是要考虑到智利的发展单位仍然是由国家发行，总量是不固定的，而且随时增速是可以调节的，数字货币是没有机构发行的。好，时间到，谢谢。总量上限并不与之相匹配。好，我们的所有的环节都。